主席，由於本港不少上市公司的業務和子公司都在內地，因而為了疫情的關係，核數師和會計師無法回到內地查核帳目。我想問政府是否會責成港交所認真考慮將涉及內地公司或在內地有業務的上市公司延遲一段時間至公布這個年報，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處理，避免產生不必要的人為的恐慌。因為沒有依時公布年報，是會被視為觸犯上市條例，隨時會被停牌，千萬不要給那些淡友有一個藉口製造恐慌的拋售。哪位司長？我想請財經事務部副務局劉宜暢局長答問題。劉局長，劉局長。主席，我們的口罩供應情況，其實我們在那個物流署那方面，我們一直都是有是局長，張華峰議員問過上市公司的回報情況。可不可以請議員重複一下？局長請你。可不可以請議員重複一下個問題？剛才我講緊我張華峰議員那個問題，我質即係我嘅問題已經問咗啦，我係叫政府責成交易所將嗰個年報延期啊嘛。局長，請各位議員肅靜。當然不是啦，因為當時有啲緊急嘅公事，關於口罩嘅事情，所以我喺度處理緊。一手掌握有線新聞。